非常公德思维，一由于我以及其他一切有情三世过去现在甲未来所累积的功德，愿菩提心一切安乐甲成功之愿的善心。在我以及其他一切有情内心升起，愿起升起的菩提心更增长。说下来，用空性奉受所回向的功德，思维由于我以及其他一切有情三世过去、现在甲未来，所执着的为名加入的功德，愿为名加入的我成就为名加入的佛果，并带领为名加入的一切有情成就为名加入的佛果。愿一切身心受苦的友情，因我的功德，而获得如海的快乐和喜悦。是，愿一切友情无受害、造恶或者破病；愿一切友情无恐惧或者被人欺负、内心沮丧、受挫折。六，愿望者见识，量者聆听，愿老者得医，智者得食，客者得水，加美好的饮料。
信，愿因信德而疲乏的身躯得到休息，而复原。愿所有的药物成效，愿所有的病者迅速康复。无论世界上有什么疾病，愿因永远不再出现。愿风调雨顺，农作物丰收，有益的机关有成果。九，愿贫穷者转富，悲伤者得欢乐，愿失落者得希望，愿饥荒的人不再恐惧，求者得食，愿乐者得世。十，愿人受到互相帮助，乃至有喜康，以及众生助，愿我行诸世，尽度世艰苦。从你开始爱惜其他友情，真正安乐的阳光会在你的生命中闪光。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。
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是六斋日，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。阿弥陀佛。